我问你啊，一撮毛是不是来过你这儿啊？怎么，难道他没回山？回山我藤娘还问你呀？这可就怪了，莫不是他中了共军的奸计，让共军给抓了？你说什么？老杂毛，一撮毛乃我威虎山九大金刚之一，他要是让共军抓了。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吭一声啊！好，我再问你，年关暴动，我们威虎山可都准备好了。要是年关暴动成功了，我们威虎山能封得什么奖赏啊？我们三爷。 能得到什么位置啊？刘大当家的话我听明白了，你是来替三爷要地盘的。年关暴动，各路人马各显神通，威虎山上的人打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三爷的天下。只要三爷的牙好，啃得动，吞得下。行，老杂毛，有你这话就行。 但是我奉劝你，别给我们威虎山耍心眼儿。如果年关暴动成功了，你敢涮我们威虎山，我们九大金刚就是追到天边，也把你老杂毛的葫芦给你摘下来。大年三十儿，是我们三爷六十大寿的坎子，我没工夫跟你这儿瞎嘚嘚。老杂毛，保重。丹丹。 三爷的坎子贫道也背了一份厚礼，在哪儿啊？出神河庙一路向北过二道梁子，就是二道河的铁路桥，这份厚礼就在这桥上。<笑>你敢耍老子？岂敢！那辆火车贫道我是无能为力，可是据贫道所知，这辆火车上。 坐着夹皮沟的许多秦棒子要去牡丹江卖山货卖年货，如果刘大当家的在火车到来之前炸了这座铁桥，这人也好，东西也好，岂不就是我给三爷送的一份厚礼吗？他们果真从哪儿走？毕竟之路，而且这座桥年久失修，岌岌可危。<笑>好。 林先生，你说这威虎厅和大锅盔的中央会议厅相比，能比吗？哎呀，李德林那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徒有虚名，了无内涵，绣花枕头而已呀。许大马帮的仙姑洞呢？ 听胡彪说，徐大马帮的仙姑洞虽经营有年，但以在下看，貌似凶悍，其实啊，那是外强中干，市井恶霸之徒，哪像三爷您呐，满腹的文韬武略。您说，这仙姑洞属他，不是暴殄天物吗？
那咱的威虎厅呢？咱威虎厅就不同了，端坐前卫，虎视东南，如群星拱卫，老君衙门天然屏障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引燃龙兴之象，前朱雀后玄武，不雅皇家风范呐、啊！门列虎狼之徒，腰悬铿锵之气。 足令英雄丧胆，洞开先天之次，试藏国事之机，能让邪魔遁迹。庭言石鼓，别声丘壑，狼回千转。 顾盼生姿。再看咱威虎厅内，上有36盏野猪油灯，暗合36天罡之术，俨然有牛斗之局。金雕环顾四方，凡入此厅者，谁人敢生忤逆之心？ 机关密布八门，凡出此厅者，何人敢有叛逃之想？纵观四壁，千门万洞，珠栏玉砌呀，名家书画造化珍奇，人间万物应有尽有。三爷高居宝座，抚养人间，谁做主？ 九大金刚，列立两厢，纵横天下，我称雄。美哉此厅，壮哉此厅也。哦，殷先生好一篇《威虎厅赋》。 出口成章，口若悬河，老崔佩服。你咋这么能说呢？三爷，岂敢岂敢呢？在下也是深爱威虎厅，平日里多有所思，今日蒙三爷您一问，便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忘乎所以，班门弄斧，班门弄斧。我爹活着的时候老跟我说。 当一天胡子怕一辈子兵啊！你说这大好的威虎厅啊，有朝一日会不会毁于一旦呐？你是说山下的共军？外敌可遇，内鬼难防啊！ 还是那姓吴的，这都是通往柴山的密道啊！那当然，威虎厅、杨子房、花厅，各个飞棚都有密道。啊，这个大洞口就直接通往后山，从这儿到后山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，这比从山上走近多了。 哎呀，这大石头干啥使的呀？这，他可千万不能动。这玩意儿，当年是小鬼子工程师啊，把它弄上去。啊，一旦放下来，可就再上不去。到时候，前后山的密道就算是堵死了，咱哥俩不但回不来不说，三爷要是知道了，那可了不得。<笑>行啊，老刘，今天没啥人老九开眼。<笑>那是，接着走啊！啊，对，这边走。 坐下。
清醒着点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这是大伦的必经之路。清醒着点啊！是是是。刘子，哎，你说这老杂毛还没等我打听呢，你啥都告诉咱们了。不过回去三爷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我给老杂毛一顿鞭子，他才告诉咱们的。好。哎，二成媳妇儿。二成媳妇儿，你帮你买那块布拿我们瞅瞅。来，我看。呵，哎，你看这布料纹路真细。哎，这咋是青色呢？知道了，给二牛买的吧。真结实，还双结性的呢。来，你收好了。哎呀，就像给他支架连衣连裤，上山打猎结实。啥呀？那上山打猎，你得给他织啥呀？给他织大棉皮鞋、大貂皮帽戴着，省得打猎的时候啊，手脚都冻着了，是吧？嫂子，万家爷们打扮那么漂亮，不怕让女土匪给抢了呀？信不信我戳你？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我们回来了。铁西屋都装好了吗？都买好了，车一上，叫我们去拉弦。好。不是你俩咋回来了？趴在雪里太冷了，回来暖和暖和。暖和个屁！误了大伦，我摘了你俩的葫芦。快滚回去！大当家的，老杂毛是不是在耍蛊呢？哪那么多废话！我跟他说了，他给咱耍蛊了，我就回去烧了他的狐狸庙。快滚！好。记得。这家伙老实吗？老实向外面探头探脑的。探头探脑。对，对他可千万不能大意。田副司令说了，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，直接毙了他。明白。嘿，那点儿，你这犯得着那么小声说吗？我都听见了。不是你们那么紧张干啥呀？我又不会跑啊。我还挺想见见那个邵建波跟杨子荣的呢。真的，我又不是死罪，该说的该交代的我都坦白了。啊，你说你们能把我咋地？是不是那会儿我闭嘴，还想见203跟杨排长，整天油嘴滑舌的。我这哪油嘴滑舌了？老实待着，我还得咋老实？我都蹲这儿了，那我坐下行了吗？啊，我躺这儿行了吗？啊，躺这儿。行，你就这么躺着挺好。待着。蓝明这家伙你也看见了，太狡猾。时刻提高警惕，千万别松懈，盯着他。放心吧，过儿的盒子，咱们就算到家了。就算他长了翅膀，别想飞出去。陶叔叔，盐给你拿来了。哎呀，小胖子，谢谢你啊。这是狍子蹄筋啊，真香。香吧？想吃自己回家炖，今天可没你的份儿。那这是给谁的呀？小高波呢，最爱吃狍子蹄筋儿，咱们今天谁都不许吃，都给他留下来。我让老朴给他煮的烂烂的，温的呢热热的，再给他加上两大碗肉汤。你说他一进门看到这些得多高兴。哎，小分队的好多战士都去火车站了，你们怎么没去啊？我得帮老朴，这不做饭吗？要么这样，你来帮忙，我去看看。今天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？我去车站了。依我看呢，这个小长宝就是个小小白鸽，高波呢就是个小203，可不是吗？张大哥，哎，咱们快到二道河子了吧？哎，你看前面这山谷啊，过了山谷就二道河子桥了。我听说那个桥它年久失修了。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来的时候是满载，这回去空车，轻快得很。行，张大哥，那你多加小心。我先到后边去了。哎，你忙啥的呀？晚回一会儿再走呗。咱们过了这桥不就到家了吗？等到家了，咋暖和都行。我得先去看着那小毒将了。好，去吧。行。道教，这么冷的天，
我们出来干什么？惊天动地，风吹雨，庆扫尘埃，悼年关呐、啊！我要听一个声音。哎，关路门，减速。好嘞。崽子们，大轮撵过来了啊！待会儿大轮一到，男的统统给我打死，女的都带回山上，咱们一人一个。好嘞。好嘞。道长，这什么声音？是刘大麻子，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崽子们，给我压上去！是，你俩在这儿看着栾平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们有伤着的。快，快下车，有土匪快转移！乡亲们，快往山上跑！马武军，快看看这都发生什么事！是。走，快走！快！乡亲们，快往山上跑！听到危险，掉到河里了！郑大山呢？牺牲了！保护群众，快！走！跟着我走，李三妹、于殿林、掩护群众。
走！快走！快！快走！司令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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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接到横道河子石站报警电话，小火车在二道河桥一带遭遇土匪炸桥劫车，现在横道河口车站能听到枪声一片，最重要的是，车上还有几十号夹皮沟的老百姓啊！什么？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工农的子弟兵啊！通讯员，通知，小分队全体出发，增援二道河子，增援高坡。是。对面的，哎，我说兄弟，你俩不出去帮帮忙啊？这敢劫小火车，这肯定得来不少人呐！少废话，我队好。不是，那你们得死多少兄弟？你俩也太不仗义了！哎，啊！哎呀，哎，二零三，你咋来了呢？李大哥啊，大伙儿置办年货回来，我看着我也高兴啊，来凑凑热闹啊。雷哥啊，这小火车迟到能有20分钟。哎呦，二零三，咱们这是森林铁路，各个站点呢经常会临时调度，所以啊，晚点的事天天都有。二零三，二零三，天府司令来电话了，说小火车在二道河子被土匪炸停了，双方正在交火。他命令我们马上集合队伍火速增援。大哥，到！集合部队火速增援。是。快撤！走！快！大爷，快行！大爷，没事吧？老梁子，怎么了？把大爷背上，上来！后面的队长，快过来接总站，咱们就安全了。于经理，经理。执行任务，唐哥，到！火速前行，部队给我前进！是，到！
叫声浪哥，你莫要告示人。大当家，穷帮子要发过山粮了。奶奶的，给我留下几个崽子，剩下的给我过缺秧的，把这帮穷帮子给我抓过来。不好，土匪包抄百姓去了。咱们现在分开，你去保护群众，我在这掩护。还是你去，我留在这跟他们打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心！现在不是争的时候，快去！是，快！蓝平这个人异常的狡猾，在押送路上一定要睁大眼睛，防止他意外逃跑。如果出现不测，要坚决地除掉他。包子，小包子，包子，混蛋，我跟你没完。蓝平，蓝平，蓝平跑了，给我追！快！是。他想跑，咱溜达。哎，带几个崽子包抄过去，让这小子跑了。走。驾驾，都给我上！是。注意安全，看好脚下。乡亲们，过来这么就安全了。走。群众，我去制高点。小苗，嘿嘿，高峰快走！快点！
怎么样？二零三，有没有冷冰的消息？告诉我，有没有冷冰的消息？赶快去通知军分区，要求立刻缉拿乱兵。是。等一下，乱兵就算是藏在村落里，他也绝对不可能到解放区。他没那么傻。二零三，乱兵会不会去神阁庙？绝对不可能。他偷偷复制老大的先遣图。老道心狠手辣，怎么可能能放过他？那他要么是偷摸作战调，或者就是九标了。九标是贪财之徒，目前栾平没有本钱让九标收留他，那他肯定就是投奔作战调了呗。那群土匪特有的联络方式，很容易让栾平找到座山雕的老巢。杨子荣同志非常危险。邓哥，这屯子里都走遍了，咱们去哪儿啊？这屯外十里地之内，全都是咱屯的任务范围。这主任说了，栾平逃跑，十有八九得回咱和尚屯，所以咱得日夜巡逻。这一旦发现他的踪影，立刻逮起来带回去。走，前面看看。啊，好，你注意点啊。哎，居高临下，一线阵地前方300米一片空地，树木全部砍伐，一片开阔，近距离各地堡交叉火力基本无射击死角，中远距离用迫击炮轰击，就是一个团的兵力，也未必能得手啊。小人马，以后不要叫我高波，要叫我丹科。高丹科，你要改名啊？我改什么名啊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？哎，大家都来，我给大家一块讲讲。快来快来快来！这个人呢，他就是丹科，他是一个高高举起自己那颗燃烧的心，给别人照亮道路，然后自己领头向前奔去的这么一个人。可能我讲这么一两句大家也不太懂，你们看看这幅画，他就是丹科。画挺好，
这是你画的吗？这是我叫李弘毅帮我画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看着这幅画，激励我自己，给别人照亮道路，自己领头向前奔去。当科，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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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科。高科，你做到了。高波，你做到了。同志们，要问宋战友，上路。等一等，让我和他们再待一会儿，再待一会儿。兄弟。